将过64岁生日。本市自成龙微博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，今年4月7日成龙将欢度64岁生日，距离生日还有一个半月，近来他已陆陆续接到粉丝生日祝福，身为大哥的成龙也把这份祝福化作实际善款。今天中午成龙想起自己的生日快到了，他开心告诉支持他的粉丝们，已经有很多影迷送来了生日祝福以及合作慈善用的善款，我在这里谢谢大家，也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这个好传统。成龙只要在家就是陪伴二过爱犬，凡是自成龙微博提到这个好传统，成龙苦口婆心提醒粉丝们，不要给我买生日礼物，把你们的祝福都变成做慈善的善款。成龙强调他也会交上自己的那一份，把这些善款送给需要帮助的人们，谢谢大家。